哎呦我去，哎，又死了，兄弟们忍不了了。好的，先给二沙岛的老板鉴定一下点化装备啊。所谓春眠不觉晓，发财别嫌早，夜来风雨盛，满地滚财宝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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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看都出些什么东西啊。好的，变身鞋子一双。好的，变身衣服一件。如意头盔还可以吧。这波在新区能赚钱吗，兄弟们？再给老板打下广告啊。好的，老板没有东西卖啊，感谢老板的资源。大唐官府丛林单排的第39天，咱们上线第一件事情还是先打服啊。昨天的黄袍怪一直打不过啊，今天咱们是要杀黄袍怪。可以了，现在幅度打好了，再把口袋版的经验取一下，都爆表了，帮供也有1000点帮供啊。看看刚刚开的兽诀，高级防御本，嗜血追击，冥思法爆，惊心一剑。土西，你妹的，这波血亏啊！道具栏放不开了，直接把强化石取出来卖一下吧。这波应该能卖不少钱啊！直接摆摊卖给天台的商人。咱们点技能要花钱，买修炼谷要花钱，花钱的地方有点多啊。看看一共卖了多少，1亿3000万！哎呀，真不错啊！再把咱们的技能补一下。飞身需要6个技能130，咱们现在是5个120。哎呀，1亿经验这么不经花呀！咱们可以换60多张刮刮乐啊，刮一下，换点经验。最后三个，据说这个会给高级兽诀啊，不知道咱们有没有这个好运气啊。好的，没有，你妹的。不过刷了900万经验还可以。好的，再把技能补到120，可以了。每天的修炼谷不能忘，咱们还是吃公休啊。咱们的公休已经到达了16啊，不错不错不错，继续努力。昨天黄袍怪杀了起码有10次啊，一直过不去，咱们今天直接变夜战卡。输出才是王道啊！好的，咱们直接切入战斗。咱们看下去的话还是反间啊，毕竟咱们现在反间技能是134级啊，没有中，没有中就对了啊，难受啊兄弟们，这次还要打不过了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挺住啊兄弟，绿你妹的，哎呀人不舒服呀。我不服，再次切入战斗啊！咱们开场还是反间，刚才把反间给进去，漂亮，这才是我的实力。好的，对面主要是龙宫啊，龙宫的话伤害没有大唐高啊。你妹的又扫我吸血鬼，哎呦我去！吸眼，漂亮，我去，他想赢啊！哎呦我去，直接满血，哎呦我去。哎呦我去，不行，我还没准备好啊。好的，这次100%没问题了，看我的。啊，这是真的难呀，你妹的。好的，第 N 次尝试，给我切入战斗。咱们还是反间啊，进去，漂亮，可以啊。上面这狂暴是试图啊，他没有变身，给咱们一个机会。可以啊，这是盘丝怪，给我吸眼！哎呦我去，他想赢，还可以啊，开场还不错。我去，直接把我催眠了。本来一个平台能把这狂暴带走啊，他把我催眠了，看吸血鬼了。好的，没封住我。看吸血鬼，点了个灯，给我飞！我去，可以啊！我还以为没连击呢，漂亮！他想赢，可以啊！催眠没中，咱们直接把主盖放下了，主盖伤害很高啊，直接放下了。小怪的话再清这个猫灵，猫灵是龙宫啊，伤害很高。
可以啊，湿布不痛。炸我蓝，太猥琐了。可以啊，这把小怪都是封印怪啊。哎呦我去，他想赢。别说，这把真的有机会，只要把上面这个冒领点掉啊，咱们机会很大。咱们接吸血，看冒领还多少血。吸了1200，还有5000血。你妹的，被象形了，象形了无法输出了，比较难受啊。咱们横扫的话可能还扫不死。妹的，把我技能给封了，咱们只能拼砍了。吸血鬼给你卡血吧。哎呦我去，给我绿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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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想赢，毕竟如果再不赢的话，60000的寿命都要掉光了。看大爹这么努力，咱们自己也要争口气。78点愤怒，嗯，还是集火把这个冒领先给点了吧，就打1000吗？咱的伤害不太高啊。看大爹了，大爹能不能给力一点？这个小怪是有反正啊，不能连击。哎，有机会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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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的话，对面只有2个输出怪了。嗯，有机会，咱们继续吸血，把这个狂暴给点了。这个狂暴是个大头怪啊，对面还有5000血。不过这个狂暴没有反正啊，连击必杀的话，有可能直接带走了。给我连他！哎呦我去，没有连击啊，必杀了也不错，还差一下直接飞了。咱们直接平砍，把这个怪星给点了。哎呦我去，咱这伤害啊！建设建设1800，嘿嘿，太牛了，这把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好的，在咱们的狂轰乱炸下，对面只有3个怪了，看我一气爆发，我去，打了整整5940。还有谁？好的，在死了 N 次之后，咱们终于把宝善国剧情也拿下了。在大唐官府面前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再加上之前过的赤水洲剧情，这样的话，咱们丛林单挑所有剧情计划又前进了一大步。目前已完成22，未完成11。明天的话，我们继续挑战定海神针剧情加须弥东界剧情。好的，兄弟们，我们明天见。